新蒸头咧，祝大家咧新年进步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！咁咧，我哋今年咧喺英国第一年过呢个嘅农历新年啦，我哋都好挂住新年嘅食品啦，包括啲年糕啦、萝卜糕啦、芋头糕之类啦。咁啊，于是乎我哋就喺过年之前两个星期咧，就开始上网揾下有咩地方可以买到萝卜糕同年糕啦。咁我哋就自己冇自己去蒸啦，咁所以咧唯有去买啦。咁啊喺 Facebook 上面揾到一间啦，咁啊可以订咗之后俾咗钱，蒸好咗啦，佢就咧送寄过嚟俾我哋，咁方便多，唔使我哋自己去攞嘛，系咪？咁啊大概过年之前两日至三日到咧，就嚟到寄到嚟我哋屋企啦。啱啱收到订咗嘅萝卜糕同埋年糕，阵间拆开睇下咩情况先，都似乎保存得几好。除了萝卜糕和年糕呢，又怎可以没有一煲靓粥呢？这个都是我们的传统的。我们通常呢过年年初一呢都会吃这个菜干蚝豉猪骨粥。我们这里呢都买得到这些相关的材料啦，有菜干啦。我们都在香港带了一些蚝豉回来啦。就可以在这里煲回我们以前吃开的菜干蚝豉猪骨粥。咁講翻啲糕啦，雖然咧啲蘿蔔糕咧就冇阿媽蒸嗰啲咁好食啦，不過咧能夠喺度食到咧，都算係好事啦，都幾開心噶。年三十晚我哋食粥，呢個係菜乾蠔豉豬骨粥。Tony 就快到啦，听日系啦，同埋食呢个嘅萝卜糕，第一次买啊！我哋今年喺英国试下先。哇，个粥好靓啊！排骨啊，仲有咸蛋皮蛋啊！头先食咗一啖，好好味啊！食翻香港味道啊，系咪啊 ，Abigail？ 正唔正？正。多谢妈咪啦！多谢妈咪。至于啲年糕咧，味道都唔错，哇，几好食！出年我哋都会再买。